油，一块鞋子。2010年台北新车大展，很精彩的舞台活动将于一分钟过后位于雷库斯上方。你好像是你加速不知道加到多少的时候，它会加进来，然后时速到不知道多少的时候，它就转到马达了。应该中速的时候是用那个马达啦，高速跟低速都用，都用汽油，液化石油气。它只在韩国卖，韩国的加气站的就天然气，他们比较普遍，燃料他们非常普遍，他们油贵了。他们也不是说不能卖啦，就是说他要看你这个国家天然气的这个设施。如果说 OK， 他也可以考量说出来啊。